很帅是哇，很帅啊，真的是啊。那今天是很高兴啊，因为这东西是缘分呐哈。这缘分能够来到我们的东港高级中学，好、来演讲。演讲其实无简单呐、我常常在讲，我讲吼，即摆演讲班的人拢真辛苦，经费也不够，人数也不够。哦，拄仔来我吃面无，哎呀，爱交钱无，免啦，今天你看明星都免钱。我安怎看，安怎拍照都免钱啦。我知影演讲真的是不容易，但是我本身啦，我还没有成为讲师之前，我就真爱听演讲。咱有智慧人会敢要出来听演讲，袂敢要出来看八点档。虽然我本身嘛是拍八点档，你知无吼？我甲迄、大中康拍过国光艺校，最近我嘛拍我视频第一支电影，就是甲李国梁啊拍的，叫做《大马龙王》。啊、哦，大马龙王在过年的时候会上映，啊、哦，大家来去电影院看 Tony Chan 啊、哦，大家来看。但是呢，我虽然呢伫拍八点档，但是我拢鼓励大家卖拍八点档。为什么？伫八点档愈看吼，你愈袂晓做人，啊，愈看愈戆。因为八点档里面的剧情都是错误的示范，你有感觉无？唔是假爱，唔是假婚，啊，或者假气，啊，或者假人。你种人拢吼，不是人生，那是戏剧。当然人生爱来偶像诶，当然人生爱揣来看看呢，老师的经验，来听演讲者的经验，我甲你分享诶，拢是我们人生真正实实的这个经验，来当偶地会，安尼让人来进步，安尼有了解无？谢谢你，谢谢。那今天呢要来讲吼，如何帮助孩子学习？吼，今天咱有家长。好、哦，你不是有儿女，你就有这个孙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来关心这个议题。接下来再质疑的哦，因为我刚才演讲界吼，我嘛是大把，你知影无？吼、哦，把我列入台湾十大演讲名嘴的。啊，好，咱台湾一年有偌济演讲，你知无？台湾哦，全省的演讲场次一年都超过10000场以上。一万张以上，一万张之间呢，我能够在台湾排的最多了，统计哦，你100场，啊，你看嘛，100场啊，10000场，安尼是几分之几？百千万嘛，1%啦，哦，剩100场 N 加，啊，到把我请通力券，一张请到我，所以我们是很有缘分的啦，哦，那是安怎我来访遍入台湾十大演讲名嘴，我 N 加比较特别，那么好讲自己在解救。我的脾气很大，你知无？哎呦，一来吼，我甲你讲，哎呦，饮咖啡，咖啡无够，你嘛生气，哦，这嘛唔好，那嘛唔好，那种大牌吼讲师，啊，我这唔是，我只当我在随和，哦，你们拍照边录音边录音，随来去录不要紧，然后 OK， 过来呢，我讲师吼，一共会介嘴多豆瓣，什么共介嘴豆瓣呢？譬如说我的师兄。外师兄的龙怎样？那是咱演讲的前辈苦林大哥。你知道我民国84年从美国回来的时阵哦，我吼帮苦林提皮包哦。我如果跟他提皮包，我是无限的光荣。现在年轻人都不懂，来帮托尼老师提皮包是光荣，拢唔知道。不然早时来吃咸鱼来提皮包，你知道苦林一场演讲哦，那时候我在跟他排演讲，2点钟，你要无3万块以上就不必要来讲了哦。那你看一下，苦林以什么闻名？伊跟我拢讲什么？爱情嘛，对不对？啊吼，他能如日中天的事业，为什么一夕之间没去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发生婚外情嘛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他们老师很有趣耶。我苦林老师叫姻缘呢，因为哦，我苦林是同事，啊，我跟伊老婆胡少嘛是同事，了解不？所以两个关系我同了解。伊个八点档我最清楚，苦林哦，因某是去掠苦林的婚外情啦，了解吼？苦林也不是不甘示弱啦，你捉我会抓你啦，所以好就变来掠去。这么一捉的时候呢，因为苦林的什么形象就没了，哦，没了大家呢就没有办法了，所以这个是很可惜啦。那我讲过就是说，讲师很多种哦，那像 Tony Chan 哦，我很简单，我都原装原味。我不要修饰我自己，我讲正经的，吼、哦，我个性是挺温和。你讲我装得很 man， 我装不来，你了解吗？我觉得哈，我今天面对各位，我
他面对大家，咱是恩温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讲嘞，在你的面前，我都是真实的来讲。